丑八怪呀呀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老朋友阿妈纵。那么今天呢，又是一个特别的挑战。那么这次的 UP 主战场，我要挑战的是丽媛君。媛君最近化了妆，染了一个蓝色的头发，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。作为一个精致的 boy 啊，每个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自己的兄弟们一起去做美甲。今天的挑战就是做美甲，并且一个周不能洗掉。如果你想洗掉也可以，你就要用对方的开场语或者片头放在你下一个周所有的视频里面。我们约好了一个地方见面，我马上就要出发了。Roll the intro。等多久了？没等多久啊，刚到。你这个妆也化了，头发也染了，感觉缺点什么？缺少一点清洗，因为指甲上有一些有点染发膏。行，那我们就做一个美甲吧。啊，清洗指甲啊？不是做美甲，是清洗。不是，是美甲呀、啊。今天说好了是美甲，不是那个挑战吗？你帮我选，然后你帮我选。这么狠吗？要带着一个周。对，我觉得我没问题，我不知道你行不行。下马腿。我要抨击一下，就是我为什么要选这家店。我选其他的店人家不给我约，我说做美甲两个人，他说好，然后他说给谁做，我说我做啊。他说你是男的，我说是啊。他说啊不行，说你这样我做不了，性别歧视。我们男的可以来这种粉色沙发的店，我们也能穿粉色的裤子，我们当然也可以做美甲。实际上是有男士是有这个需求的，我感觉存在吧。我觉得你这视频拍的就很认真，宣扬这个男女平等，这个性别平等的这个概念。今天我们就宣扬一下男权。OK， 为什么男士没法做美甲？我就在这里说，为什么这些店家歧视我们男性？这路好像有点歪，我很粉，非常的粉。其实跟大家摊牌了，今天并不是一个挑战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日常的活动。你别这样啊！哎，没事的，丽媛君，没关系的。如果你粉丝真的支持你的话，你即使说出来，他们也会继续支持你的呀。可是，我们这样 real 一点好吗？有这样的嗜好不丢人，真不丢人。没事。你那件粉色内裤的事说不说？那件就别说了，不是内裤，是丁字裤。配丽媛君的蓝色的头发，所以说指甲应该是要偏蓝色系一点。这个，哎呦，这个不错啊。这根不错。这个不要。这个颜色是吧？不是，就这个就不做了。这个指甲不做。对，就只做其他四个。只做四个。啊，对。有哪个适合就是那种比较闷骚的？一般男士是做蓝色，要么就是做粉色的，粉色跟红色比较多。那就粉色，这个颜色。这颜色啊？对。不要，这颜色太亮了。啊，我不能选是吧？那应该选哪个颜色？那我就要这个。可以吧？如果他做的话，可以选择这个颜色。哦，这个根本看不出来。这个颜色还是这个颜色都可以。这根本看不出来，这个好。我觉得这个，他真的。那你跟他选那个，还不如直接选这个。那就这个吧。OK， 这个 OK， 好 ，OK。没有。你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。这里要做哪个？你知道吧？这个先不要照灯吧，这个不照灯，这个水没了。干燥剂，那就是所谓的粘合剂。这皮，指甲上面那个皮要怼掉的吗？死皮，去死皮。不然你这个指甲怎么突出形状的？怎么做出好看？感觉没有这个皮，感觉好像少了点。是啊，感觉指甲的灵魂没有了。嗯。简直是。一护士啊，对，我的这个也是。这边饭店下午上班了，好，非常好，明天会更好。你们有口号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你们口号是什么？差不多呀。早上，我们以前是早上开早会就会喊。喊完以后觉得怎么样？就是轻松呀。轻松。对呀。有没有感觉一天就有劲儿呀？有干劲儿呀。我们也要喊一下。我本来就有口号，不然我每次拍视频没动力，我就喊一声。他的死皮太多了，我去完两只手的死皮，这只还没弄完。他的手
没你的手白，也没你手嫩。哎呀，你们长得多大实在哎。你怎么能偷偷去保养啊？你知道吗？每天都要保养手的，在手上贴面膜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做了几次 SPA？ SPA， 你说是 SPA 吗？什么？这叫涂什么？这个是干燥剂。什么功效？这个功效怎么说？哎，你不专业了啊！你这学的不好啊！功效你都说不上来，你这个是把这个杀菌消毒去油渍。你看人，你看人家。是确定这个手指不做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那就这样光着。对，光着。对，哎，涂个什么？亮油。哎，涂个亮油就行了。你嘞？我男手。我他决定，我都做。都做吧，都做啊！我不敢控制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放一下，我刚才选指甲了。哦，这个颜色。不要，这颜色太亮了。这个，这个。选那个还不如直接选这个。我不能选是吧？我觉得我的手不白的话，弄这个五颜六色的很丑。我流鼻涕了，我的手鼻涕了。到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好美，这个没事，可以等会儿擦一下也可以。我们怎么把它弄掉？你要在那卸啊？啊，在这里卸，免费的。哦，还回来卸？那你想怎么？自己掉不了吗？可以，可以让它长长了，长一点点。姐，这么长得长到什么一年才能长完吗？这个？那你记住来卸，或者你可以来补。好，我已经做好了，然后还可以啊，我感觉就像一个玩摇滚的暗黑蓝，还不错，红色是深色的，可以接受。哎，这个美甲店，哎，这美甲店里面怎么有个男的？我靠，还真是个男的。哎，男他拍什么？男的也做美甲吗？不行吗？歧视啊。哦，歧视我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根据你的手都看不到那个骨头了都。突然感觉这个牵手很有趣，感情很好哈。是的。哇，精致的小星星。你这个我感觉是不是上点颜色才好看啊？无所谓的。他们真的很认真哈。刚才我说的是，有些话我们出去再说。你家中间这个怎么不做？是你自己做的。两个浓芝士绿芽，冷的去冰；一个冷的浓芝士红玉也去冰。师傅吧。不是刚才说有些话在里面没法说吗？就是我们明明在拍一个搞笑视频，搞得贼鸡而精细。你知道我们就是赶紧拍完溜溜球了。对，他弄得非常细。哇，帮你做指甲那个人他不让我选，还有这种操作？选一个，他说这个不合适。我选了至少两次，对他都说不行。就到底谁做？他不尊重客户的意见。这个没颜色的我很喜欢。我。跨年说要去泰国，很难想象我如果递着护照，带着这个指甲，把护照递给人家，人家以为我是本地人，我估计。萨瓦迪卡啊，做手术回来了，我在考虑要不要洗掉，或者戴一个手套，拼了。感谢你收看本期视频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点赞收藏，然后请一定记住去关注丽媛君。如果你也是一个 UP 主，如果你也想挑战我。